是否刀啊？有剑呢、啊危险。我看今天这里有点悬，八成要出事儿。走，出去透透风。好。快走。易公子。哦，道长是贫道太虚子。太虚观首徒宋远桥。徒弟于太炎。徒弟张松溪。对不起，我们易公子一定是贵人多忘事，我们在黑风镇有过一面之交啊。哦，幸会幸会。哎，今天这儿可真热闹，里面的人他们到底什么来路啊？我也不太清楚，不过我相信他们绝对斗不过张氏兄弟的。哎，今天又有好戏看了。为什么？张氏兄弟名震江湖，谁人敢惹呀？这帮人敢在张涛大喜的日子找上门来挑衅，你看张家会怎么对待他？但是那个什么的来了。各位大驾光临，张涛有失远迎，还请江湖各界人士谅解。